它耗费55个小时，用盐制作了10万朵樱花，让您奔赴震撼人心的美学之乡。他是艺术家山本基，痴迷于用海盐作画的他，创作了数百幅大型盐画和雕塑品。在樱花凋零的季节，他用100斤盐画出皎洁胜雪的花瓣，由密而疏，细腻纯净，将融融春光流于人间，也传达出他的人生哲思：花开花落终有时，聚散相逢本无心。在漫长而沉寂的创作中，波澜壮阔的海面，跌宕起伏的岩山，萦回环绕的迷宫，都自他的构想化为现实，线条复杂而奇异，观感庄严而肃穆。他的作品总是将精致和恢宏融为一体，在细密洁白的岩画里蕴藏着无迹可求的哀伤。撒盐于地板上，于山本而言是一场追寻记忆之旅，用艺术对抗遗忘，用创作安抚忧伤，便是他的智慧之光。